价目表。餐厅的出入口，国旅卡和寿星优惠。国旅觉得值起来怎样？这是平日晚餐的餐点。Thank you.
甜点区很可惜的没有巧克力相关的甜点。龙虾出炉很大一盘，每只个头都大，视觉效果很棒。虽然吃起来有一丁点的糊糊，但是瑕不掩瑜。没问题，我想让你先吃一点热热的。蛋菜味道偏淡，缺少海鲜的甜味。我们在前一周刚好有在科阿寮吃到马祖蛋菜，是非常新鲜有贝类的甜，两个相较之下就有很明显不同的感觉。那我要再去拿，还是先吃蛋？鲜鱼汤很鲜，好喝。这个是烤牛肉，这个是什么？梅花猪。如烤牛肉觉得很深的话，可以请他调整熟度。玉米浓汤普通而已。香菇鸡汤。那这是花枝，这是那个腌制过的香菇。那个龙虾是什么？握寿司吃起来也还好，螃蟹是热食，而且是有很多膏的。我辣椒可以的，那甜鸡肉。哎，他们手指在哪里？手指在那边叫。在那边那边吗？对对。好，布雷吃起来很绵，我蛮喜欢的。用餐时间就是它的营业时间，像我们吃平日晚餐的话，就是可以一直吃到晚上九点。